念佛、诵经、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为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 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，在此恭迎天命人。别！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。大哥，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。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大哥在这儿把守，哪个不识相的会来找死啊？ 你些狼崽子看不见，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！ 何人？清修。嗯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 过了老子这关！ 清修，嗯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 妖精，再往前走，可要万万小心！哎，小猴子，来这边。哎，这儿，看这儿。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笑，真笑。哎，啊，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只可惜。 哎，那场大火哟！嗨，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。哎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。 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